女星遇到犀利网友也敢犀利回呛了，杨幂被赵丽颖弄得最尴尬，为什么总把我认成杨幂？你们不知道自己偶像长什么样子吗？难道大眼睛书中分拍工的就是杨幂吗？赵丽颖早前没有那么红的时候也是一个心直口快的耿直 girl， 敢在微博上直接怂当时大红大紫的杨幂粉丝，因在片场被杨幂粉丝一而再再而三认成杨幂，忍无可忍发呛杨幂粉。赵丽颖的造型加上也是水汪汪大眼睛人又漂亮，确实与杨幂有几分相似。随后赵丽颖被喊赵丽颖滚出娱乐圈，这个呛粉丝代价也蛮心累的。很多人也说默默无闻的赵丽颖终于靠骂杨幂粉博眼球成功走红，女星遇到犀利网友也敢犀利回呛了，杨幂被赵丽颖弄得最尴尬。杨幂开直播时有个网友说丑，刚好杨幂看到了，直接毫不留情的回呛道丑丑你就怪啊。大家还在说赵丽颖是娱乐圈第一耿直哥，现在杨幂才是第一耿直哥。袁立直接怂网友，没本事的男人一般都尖酸刻薄，这话简直比网友还犀利。一直以招黑体质自诩的古力娜扎在直播中面对黑粉一改常态，直面呛声恶心恶心你去土挖粉丝。娜扎勇敢直面黑粉，可是有小脾气的呢。说到张翰的现任女友娜扎，不得不说前女友郑爽，爽妹子更是敢做敢当回呛网友。